针板分开不同类型，今次医师空想同大家讲下足针板。佢嘅渗水性低，受到高温，仲唔容易裂开添啊！而且竹自己本身有抑制细菌繁殖、除臭、抗菌嘅功能，医师控仲将砧板碳化，强化呢啲功能。如果颜色有深有浅，就系表示经过碳化处理，可以安心使用啦。如果有示范嘅话，就要睇埋剁肉嘅时候会唔会有竹屑发生，食咗落肚就唔系几好啦。第一次使用竹砧板之前，记得要用厨房纸沾啲食用油，然后擦喺砧板嘅上面，等砧板嘅毛孔张开，咁样做就会襟用啲噶啦。